嗨，大家好。作为一名时尚摄影师，其实我很喜欢在街头寻找一些真正的时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要带大家一起上街头创作。我的宝贝相机，今天我会开车出去拍一些有趣的照片。那么我们出发啦！雪佛兰创界，融入 FNR Carry All 前卫设计，引领潮流风向。采用雪佛兰家族式双格栅设计，多层次勾勒 X 型风尚前脸，力量感爆棚。创界 RS， 外观个性张扬，沿袭概念车设计理念。RS 系列前脸，营造动感犀利的强大气场。魅夜分体式大灯，与星耀 LED 日行灯互相呼应，一展夺目锋芒。RS 车型搭配18寸雷霆双色五幅运动轮毂，动静之间霸气十足。拥有近一平方米的宽式全景天窗，视野无限宽阔。幻影双拼悬浮车顶，引领潮流风尚。OK， 我们下车看看。很现实的场景，很平常的场景，也会有时尚的场景。其实我觉得潮流就在我们身边，你发现了吗？除了创界 RS， 还有创界 Relight 可供选择，以贯穿全车的炫酷元素，致敬雪佛兰赛道基因，刷新颜值新高度。Relight 车型搭配17寸曜黑双五幅轮毂，红黑幻影一路向前。Boxing 式钢猛侧身，硬朗的车身线条释放出惊人的力量感。其实呢，在夜里，有些城市的灯光会给照片比较不一样的光影。张扬的斜切式火山口镀铬双排气双出尾管，极具运动气息。新锐 LED 双元素尾灯，璀璨有型。拥有与科尔维特一脉相承的超跑式宽体双肩，更显强悍硬朗。采用雪佛兰标志性的飞翼式双座舱设计，层次分明的空间分割，越野设计灵感，副驾银翼扶手渲染出强烈的越野气息。八大耀红 RS 元素，细节之处大幅提升质感和颜值。精致触手可及，瞬间点燃你的运动激情。 Relight 车型搭配炫红缝线运动座椅，方向盘耀黑领结。拍了一天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成果如何。这是怎么拍都好看。新锐的灵感不仅在于潮流的街头，也在新锐的车里。那么今天的街拍到这里结束了，请喜欢的朋友点击收藏，拜拜。雪佛兰，梦创未来。